初的时候正好开学以后我们就要集中颁奖了，所以呢我就想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，既要保证这个成绩的，要在这个身体上更要保证。当时说那给他们讲点什么呢，小暖裤啊、棉拖呀、袜子呀这些东西。袜子在这几个里边呢算是一个最小的礼物，是呢这个寓意是最大的，因为要挖掘他们最大的潜力，让他们天天向上。我送手套的话会有什么，我就想到了奋笔疾书的这个词儿，脱鞋了那就是脚踏实地吧。我手绘的有学生手绘的，我们一块设计，灵感处于说是我提出来的，大家共同都参与进来了吧，学生都挺惊讶的，这个礼物呢都是没想到会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给他们展现出来了。